就是一种小鬼，一旦缠上的话，你就煞气缠身，而且任何常人遇到的事情异常不顺。你是？我是大理寺的人，我叫李炳，真好看，可以变成猫，且曾有个外号叫做妖炳。安脚城市，你这个人呢，为人太轻信，又过于善良，以后在神都要吃亏的。怪怪的，你还会写字儿啊？可还不是人字儿啊？大理寺现在不堪成这样，但至少人不好。属下崔贝，大理寺主簿，司职王七，也算是个小头领。怎么样？我乃大理寺天使阿里爸爸，不过尊法，事不为人。我乃大理寺司职怎么？少卿，你不是让我击晕他吗？让你审他。是。我花了3年时间才收拾好这一切，这次回神都，我就是要查清这件事。只要我在，你们在，就没有向人犯低头的道理。偏我们几个涉属一我，浪北为奸，肯定事倍功半。不管时间过去多久，真相永远是真相。是非善恶，自有公道。是人是猫，我都是大理寺少卿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案桌旁边多了一块麻绳编的板子，那是干嘛用的呀？哦，就是给墨砖的。啊，把您收一下呀。多事。